为鬼不欺，长相厮守，不离不弃。何处无芳草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你干嘛以死殉情呢？王叔的话你都听到了？我什么都听到了，就是全身麻了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张眼，不能移动。什么穿肠毒药？是啊，我爹给我喝的不是穿肠毒药。想不到他老人家一生严正不阿，到头来还是舍不得把我正法。我喝了他赐给我的毒酒，马上不省人事。到我恢复知觉的时候，也是不能说话，不能张眼，不能移动。我知道有人抱着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你，我还以为是鬼差抱着我奔向黄泉之路，直到你把我放在床上，在我耳边戏，我才知道自己尚在人间。我很努力的想睁眼，想说话，想移动，可是我都不成功。我听到你要自杀，我很想阻止你，可是我完全无法可施。我的一颗心差点要停下来了，我真怕你真的会死掉。你知不知道你爹这么做，差点害我失去了性命？你刚才才是不要命。不要再做傻事了。在我身边，永远不会干傻事。傻瓜，母亲，朱大嫂。教主，教主万福，哎，快起来，你们都起来，别多礼了。杨宗史在不在亳州啊？杨宗史他早已经回来了，范幼史也回来了，但是他正在跟殷堂主商议紧急的军情，我这就去通报他们。请留步，暂时不要惊动他们，军情要紧啊，以免耽误军机了。那教主您沿路辛苦了，就先进厢房休息吧。这位是？他姓赵，是我未婚妻，麻烦你替他安排住处。哦，教主，赵姑娘，这边请。洛南坚守三个月，终于失陷。这汝阳王果然厉害。洛南失陷，对咱们东路军的打击很大呀。依我看，扎罕特木尔下个目标应该就是义都。好，咱马上传令各路兵马移师义都。绝不能让武阳王再得寸土。杨宗史，范幼史，
张教主他回来了。教主回来了？他的身边还带着那个叫赵敏的蒙古郡主。张教主跟我介绍，那是他的未婚妻。教主公然带着赵敏回到亳州，而且以未婚夫妇相称，可见他们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。这件事情要是不好好处理的话，对咱们明教打击很大。对，尤其是殷烨王，我们一定要慎重处理这件事。好，我先跟殷烨王解释解释，希望他这几天先不要跟教主见面。教主，杨作士，赵敏为了我受尽了苦难屈辱，现在又被他父亲放逐，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他容身的地方。我们曾经私下起誓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。教主，人生除了爱情还有良知义。我知道，我也明白。既然你明白，为什么还要对他念念不舍呢？为了明教，我可以出生入死，可是要我离弃赵，这是万万不能。可是教主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亲与义之间你只能选一个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赵某年少德薄，不堪为明教百万雄师之首，将教主一职转交给光明左使杨嚣张无忌。教主，大业未成，轻言退出绝非战无所谓。我虽然已经退任，但仍然是明教的人。今后明教要是用得着我，我就是赴汤蹈火也是万死不辞。等将来河山恢复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和赵敏自然会退隐山林。这么一来，我可以不用离弃赵敏，也不用担心明教的教众会不满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教主，你万万不能轻言退位。虽然我年纪比你大，阅历比你深，但论到功业，论对明教的贡献，论武功，这一切一切我都难以跟教主相比。你一定要退位的，明教将会风云色变，前途堪忧。会有这么严重吗？教主，赵敏的事我们以后慢慢再谈。至于退位嘛，以后绝不要再提了啊！杨宗师，我如果娶了赵敏，势必引起教众的不满。教主之位，我绝不恋战，我是真的不想再当下去了。这件事交给属下处理就可以了，教主你大可放心。杨宗师，就这样决定。我不打扰你休息了，属下告退。这是芙蓉花烤羊心，听人家说有养心安神、恢复记忆的功效。来，你要多吃一点。你啊，三天两个月，我吃什么羊心猪脑的怪玩意，讨厌死了，我不吃。阿丽，你想不想痊愈、恢复记忆呢？如果你想的话，就别闹别扭了。乖乖把桌上的东西都给我吃掉啊！你烦死了！你天天在我脑袋边边说什么要帮我恢复记忆，我现在不好吗？元帅府的人每一个都疼我又宠我的，这还不够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帮我恢复记忆呢？丫头，每一个人都有过去，而你脑海中对自己的过去竟是一片空白，你不觉得很难过吗？忘了就忘了嘛，有什么好难受的？爹，爹，你别板着脸盯着我看呢。笑一个，笑一个嘛。好，也许你说的很对，忘了就把它忘了，也没什么好难过的。爹，照你这个样子很像猴子。能忘掉过去一些不值得回忆的坏事情。也好，也真难为你，你能完全把他给忘记。
做爹的又何必这么执着呢？爹只要希望你日后能过着幸福美满开心的日子，也就满意了。啊，那爹，你这么说就是说以后我就不用再吃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。只要你不喜欢吃，爹就不做。告诉爹，你明天想吃什么，爹给你做好不好？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爹，以后我就不用活受罪了。谢谢爹啊！多吃点啊，你尝尝这个还得好不好吃？嗯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怎么了？你舅舅也在。我舅舅也是你舅舅，怕什么？舅舅，说，你回来多久了？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来看阿离啊？孩儿以为舅舅还留守义都未返呢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舅舅不在，你就可以不必管你表妹了吗？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带敏敏刚回到亳州，要先替她安顿好。我差点给忘了，原来是郡主大驾光临，在下有失远迎，罪过，罪过。舅舅，我已经不是郡主的身份了。谁是你舅舅？我这个人生平最讨人家攀龙附凤，我没这个福分。舅舅，明明现在已经跟他父亲断绝了关系，他不再是郡主，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？妇女始终是妇女，她身上流的血始终是打死的血。阿离，咱们到外面去，走。舅舅，等开。舅舅。没睡呀、啊？别把我舅舅的话放在心上、啊。没有，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我只是在想，明天该给你弄个什么样的菜。真的，我真的没事。只要你在我身旁，什么事都不重要。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向杨左使提出来，我不想再当教主了。可是他一口就回绝了。那没关系啊，你继续当教主好了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可以使那些本来对我存有敌意的人改观的。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，时间一久了，谁都会对我彻底改观的。好了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咱们虽然是未婚夫妻，可是生肖共处一室，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，明教的人脸上会不好看的。来，教主，杨左使，范右使。赵姑娘，这么晚还来打扰，杨某向你道歉。杨左使，你们找我什么事？我知道教主和赵姑娘都彼此深爱对方，但赵姑娘和汝阳王毕竟是血肉之亲，当今兵凶势危之际，难免会让明教上下疑虑，故此属下就写了一封文书，希望以赵姑娘的名义发出，公告天下，让明教上下视疑。赫母，错生蒙古帝王之家，自少饱受荼毒，仇恨汉人，击掌成人，曾得罪中原武林义士，亲蒙明教教主点化，自知罪重，悔悟出身，现下诚心投入明教，决意痛改前非，但求各方各派忠义之士给予自新机会。
受定当辅佐，名叫教主，扫除妖魔，还汉族之河山。查罕特木文虐杀明教战士千万，废可诛。今后父不为父，女不为女，朝朝日月，皎皎我心。杨宗士，明明为了我背叛了朝廷，离弃了他父亲，跟随于我，他心里面已经够难过了，你现在要他作此宣言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教主身为抗元一师最高统帅，地位一时无量，如果赵姑娘不做宣言，表明自己心机而和你结合在一起，一定会让天下英雄失望。但如果赵姑娘依属下的建议行事，军心可以保住，如有人异议，不免世人不便，显得他们心机越无容人之量，如此一来教主威望可保。不行，我不应该忍受这样的屈辱，两军交战，死伤难免吧。他的父亲身为蒙古的儒阳王，本身有他的立场，何况要不是他父亲放他一条活路，只怕我们两个都活不下去了。你现在要他昭告天下，跟他自己的父亲恩断义绝，你这么做真是强人所难呐！教主，不要感情误事。虽知此事如果处理不善，对教主的威望有莫大的伤害。是，教主，我们知道这样做让郡主很难过。可是教主应该以我们明教大业为重，还是接受杨左使的建议。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，如果蒙古君主也投向明教，明教上下一定对教主五体投地，好坏只差一线之间，请教主把握时机，化险为安。是，请教主把握时机。别说了，我不能为自己的威望而不管明明的感受啊！教主，除了个人威望，还有明教军心士气。能够放下这一切，隐居山野。我一定会尽快完成明教的中心大业。到那个时候，没有任何人找任何的借口要我留下你。我爹说啊，你是个不知羞耻的坏女人。杨女，别走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你死了我爹一定会很高兴。杀了你，杀了你，姑娘，你快放手，救命啊！阿离，阿离，你怎么了？姑娘，阿离。妖女，你好狠毒的心啊！你误会了，是他先动手的，他发了疯似的掐着我的脖子。你不用解释了。阿离自从患了翁牛症之后，行为举止思想都像个小孩。小孩会杀人吗？分明是嫌他碍着你和无忌的交往。哼！再怎么说，阿离好歹是无忌的未婚妻，你呢，只不过是他的拼妇。舅舅，你给我住嘴！你目前的武功
虽然当时无敌，可是你的脑袋瓜子却是一团草包。唯有竹雷齐心并敌，就算阿离患了忘忧症，周芷若手段卑劣，可是天下有成千成万的姑娘，只要你想娶媳妇儿，我相信濠州所有的百姓都会把自己的闺女送到你面前让你挑选。你为什么偏偏要招惹这个背负叛国的妖女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她今天为了你可以背弃亲夫，哪一天她会为日后的男人离开亲夫？大致的女人都是行为放荡，毫不懂礼数的贱货。娶了她，迟早会招来厄运的。舅舅，朱大嫂，请你替我说句公道话，求求你，替我说句公道话。的确是殷姑娘像发了疯似的掐着她的脖子，口口声声的说要杀死。舅舅，敏敏的话你可以不信，朱大嫂的话你不应该怀疑吗？哼，一定是她出卤阿离，阿离才会有如此的疯狂举动啊！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先救醒珠儿吧。不必。我看你还是陪你的郡主吧。记住，我以后不准你再碰我的女儿。阿离，快点醒醒啊！别吓唬老爹啊！阿离，你醒醒啊！阿离，舅舅，让我看看他。阿离的死活不用你来管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舅舅，现在不是一切用事的时候。主人的性命要紧。他手在动啊，朱儿，朱儿，朱儿，阿离，你没事吧？不要见到你，你出去，出去。朱儿，阿离，你不认得我，我是你爹。你就是那个风流成性、喜新厌旧、害我娘性命的禽兽！阿离，你终于想起从前的事了。对不起，爹，对不起你娘，阿离，你原谅爹好不好？我早先觉悟，如果你早些觉悟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一家人就能够快快乐乐的在一起。爹是禽兽，爹贪欢好色，害死你娘不负责任，爹该死，爹该死。
电视禽兽，电视禽兽，电视禽兽，电视禽兽。阿离，宁姑娘已经恢复记忆了。是啊，想不到刚才你误打误撞，让珠儿恢复了记忆了。真是老天有眼呐！郡主，你说的很对，真是老天爷有眼呐。你还记得你许下了承诺吗？当日你和周芷若成亲之前，曾当着杨大侠面前向我许下承诺，一旦阿离恢复记忆当日，你马上娶她为妻。虽然现在事宜事宜，周姑娘换成了赵姑娘，我相信你的承诺还是有效。郡主，你该不会反对我女儿和无忌的这桩亲事吧？无忌跟殷姑娘有婚约在先，我根本没有资格反对。我谅你也不敢反对。无忌，下个月初五就是良辰吉日，我要马上修书，让快马加鞭的送到义都，让你外公来主持你们的婚事。我要你马上娶阿离为妻。舅舅，舅舅，我那个时候看不过去珠儿让人家欺负，我一时气愤便承诺要娶她为妻。哎呀，我现在想想不晓得做对了还做错了。千金，况且殷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当日在荒岛山洞，要不是她舍身相救，恐怕我已经死在周芷若的剑下。珠儿，隐隐来看你了。殷姑娘，我是特来向你道谢的。荒岛救命之恩，今生今世，没齿难忘。谢过了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想静静，静出去。那好，我不阻你休息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尤哥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？那你就陪殷姑娘好了。丑八怪，过来。你很怕我吗？以前我的脸常常浮肿，你却一点都不害怕，为什么？现在我的脸没事了，你对我却充满了恐惧。珠儿，我没有。你有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充满恐惧。我真的那么可怕吗？以前灭绝师太把我们抓去的时候，你说要娶我为妻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还想再听你说一次。你忘记了？没有忘记。那你快说，快说。让你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迎接小时候的父母。
多少人欺负你，跟你为难，心里不安，我保护不到你。牛哥。吃木犀糕，明天你可不可以早点起来，弄给我吃？你知道我爹上次弄得很难吃，你一定可以弄得比他还好吃，你不要让我失望哦。啊！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一定做个最好吃最好吃的木犀糕给你，好不好？就算上山下海，我会找你算账。英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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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吵了。这是曹锦牛哥和我的事，你们多多有麻烦。英姑娘，明天一早，牛哥会替我做木犀糕。他说。他会尽力做成人间最美味的东西，可惜我是无缘一场。英姑娘，无忌跟你下个月初五就要成亲了，你走了，他会很伤心的。你不要自欺欺人，我走，牛哥不会伤心，他只会难过。世界上，能够让他伤心的人。只有你一个吧，英姑娘，你不要走吧，咱们三个人一定可以和乐相处的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可是我不能相信我自己。我因为杀了你，我丈夫只能有我一个妻子。自古女子多三妻。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的。我心里很明白，牛哥对我也多于爱，就更叫我难受。英姑娘。不要替我难过。我在念千珠万毒手的时候，容貌好丑，好恶心。可是那个傻瓜，那个傻牛哥，居然愿意娶我为妻。我真的好感激他。虽然他后来见一个爱一个，但是那个时候，他是真的。人生苦短。如果在世上，这辈子有一个男人对你动了真心，就算时间是多么的短暂，我想也就够了。我妈是不会自寻烦恼，嫁给那个丑八怪。
男人嘛，变化不定，只有笨女人才会冒这个险跟他厮守一生。我是个聪明女子，麻烦的事我绝对不会担手，就像我宁愿永远都吃不到牛肉做的木须糕，这样我就不会有任何的失望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可以每天想象有个为我做木须糕，虽然吃不到，可是那个永远都是我的。为了我的幸福，也为了你的幸福，回去继续做梦吧，不要吵醒了牛哥和我爹，不然我们的幸福都会完蛋。宁姑娘，你要上哪？我要去找我的牛哥。你的牛哥虽然跟我同生共死，人尽义志，是个大好人，但是我的心早给了在我容貌最丑陋的时候愿意娶我的郑阿牛。我要去找他，如果找到他，说不定我也会冒这个险嫁给他，当个笨女。对，走。木须糕啊，对，我做给柱子吃的，你要不尝尝看？啊，这才是我妹子的好儿子。你娘要是地下有知，看到你如此疼惜她外甥女，她一定会含笑九泉的。嗯，柱子，明明，妖女，你跑到这来干什么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不要弄脏我女儿的房间。宁姑娘昨天晚上已经走了，这是她给你的留书。舅舅，妖女，你到底把我女儿怎么了？平安无事，她只是不想嫁给无忌。放屁！谁说阿妮不愿意嫁给张无忌的啊？一定是你杀了我女儿，然后故弄玄虚，伪作牛叔，然后意图掩饰罪行。今天我要是不宰了你这个妖女，我就不信你还我女儿的命来！来来来！舅舅，请你冷静一点呐、啊！明明绝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的，我以性命保证，明明绝不会害徒儿的。畜生！是色迷心窍啊！姐，把我当你舅舅的话，现在马上把这个妖女给宰了。舅舅，徒儿还在人间，朱孩儿难以从命。好，姓张的今天拥有了绝世武功，和中原群拥了永代，怎么会把我这个舅舅放在眼内？自取其辱，自取其辱了。舅舅，无忌，我真的没有杀英姑娘，也没有逼她走，她不愿意嫁给你。因为他对未来有恐惧，他怕自己会变成一个赌徒。我真的没有杀英姑娘，我没有。舅舅离开之后，外面风言风语，
我再待在亳州，恐怕对你不好。你说什么傻话呀？啊！我不是意气用事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要离开你，我只是想到外头透口气，然后找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住下来。我会在那儿做一间小屋，屋前种满了菊花，还有小亭子，还有池塘，那儿便是咱们将来的家。待你成就富汉大业，功成身退的时候，你要马上来找我。春天的时候，我陪你在小亭子赏雨观莲；到冬天的时候，我陪你围炉煮酒。我会替你生很多很多小孩子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，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要生死与共，永不分离的嘛。你别孩子气嘛。这儿我是真的住不下去了，到处是一张又一张的冷面孔，想到又年年月月无休无止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你昨天不是说只要有我这张笑脸就够了吗？可是我待下去对你没有好处啊。说出真心话吗？这才是你真正要离开我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我管他什么好处坏处，我就是不能让你离开。今天你退一步，明天你就可以退十步，退一百步。你只是在哄我的吗？我不要听你的，我不让你走。你一走，我永远就不会再见到你了。你跟我走。教主，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商量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找你们。我跟敏敏下月初五就要成亲。教主，现在义都被围，军情危机，你挑在这个时候办喜事，马不太妥当吧？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们不希望我跟敏敏成亲，你们可以找千百种理由和借口来反对我，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下定决心了，我们的婚事一定要如期举行。既然教主心意已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属下在这儿先恭贺教主，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恭贺教主，还有郡主。外面是不是来了很多客人啊？是啊，教主大婚，谁敢不来道贺？不怕你不高兴，叫教主把他们都杀头嘛。要是我真是个杀人魔，恐怕亳州城除了张教主，通通是无头鬼。新娘子，到了没有啊？吉时一到，客人都在等着。我们还没有成亲，你干嘛来偷看人家？快出去吧。是，教主夫人。无忌啊，你外公跟你太师傅他们有没有来？两位老人家可能有点事情。前来主持婚礼，不过不要紧的，等我们成完亲以后，我带你去见他们，好不好？嗯，快点啊！新郎新娘到。仪式已到，新郎新娘交拜天地。慢着，张教主，别来无恙的。这么一桩惊天动地的大喜事，怎么不给我喜帖？今日大婚，邱大门光临赵贺生辰喜庆，上座观礼，礼足之后再以水酒三杯庆祝向你道歉。不用了，今天成不了亲了。